秀秀啊，拍拍拍。哇，你还穿一样的妆哎、欸！对呀，压到你刚刚就是打到头了。怀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趁速上班之前吃了些什么啊？他不喜欢吃早餐。怎么两个感觉不一样？姐姐看起来有点累哦，弟弟精神很好。你怎么没有戴起来？不就给他梳一梳？他给他梳一梳，看看他可不可以穿哎？不给。推的哦，你想要做你不能推他哦，你要保护他哦。爸爸妈妈，我们被困住，没被困住，你可以走一步。上午2:19，三列车厢再度搞失联，全线飞过停驶。
为你打造沙龙美发，塑形大进化，菱形包裹，上网搜寻你专属的隐形造型师。他会看节目吗？他要哭了。我讲话你会不会生我气？你搞破坏，妈生气哦。妈妈很爸爸哦。我想要刷牙了。昨天晚上没有刷呀。好，听下去。明天要吃巧克力冰淇淋。你每天都有吃吧？是不是？你每天都叫奶奶弄给你吃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到了。好。你又在指挥交通哦。今天在跌倒了，刚刚都忘掉了，坐一下。